不知道录什么，我们今天干啥呀？有什么好玩的吗？我们唱卡拉 OK 吧，用中文唱。好啊，你就先拿这个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。但是我看不懂中文，有拼音的唱。介绍张雷同志。别拍我。为什么你今天穿的衣服真有特色？年轻在泰国买的。撅着个屁股，但他屁股好像在笑。同学们、家长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要录一个全用中文的视频。我前天在 Instagram 上问你们想要什么样的 video，有几个人问了我能不能做这个 sex dating Q&A 用中文。对不起，我没有这个词汇去讲这些主题，因为我的中文是在家里学的，我是3岁的时候来到加拿大，所以我的中文水平说还可以，写就不用提了，读也挺垃圾的。我在洗手间啊，我来洗手间是要洗个澡。我的妈呀！很恶心，但是我们这个 channel all about 真实的情况，好不好？我们不会在这边装美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到我的视频。我们今天是要洗澡，怎么调热？今天干嘛？要不要去湖边儿？我带了一些裙子，可以换好衣服了，带你们去后院参观一下吧。给你们看看我妈种的菜吧，这个两个好像是黄瓜，这两个是什么忘了，这些都是豆角，这个长得特别好，已经这么高了，还有这个也是，有一些树叶全部被兔子呀或什么吃了，这3个是西红柿，这个是什么葱啊，这什么大葱吧。这两个是辣椒啊！好了，参观结束了，谢谢大家观看。这个是前天有个邻居不要的自行车，我捡回来了，发现它没有一个脚踏，所以我打算自己换一下。除了这以外，挺好骑的。有一家的院子是一个老太太，她从波兰来的。我每次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，我去站在她花园外面，我就会突然感觉。啊，好爽啊！好多鸟，这个袋子好奇怪，是放籽儿的吧？对我来说，我觉得 suburb 这种地方特别闷。我们到了，这就是他的家。看这个树也是好特殊，我很喜欢它这个枝子比较曲里拐弯的，然后上面有很多小白花儿，底下它种的花儿特别有层次。高高低低的，还有这个我特别喜欢摸，它叫 lamb's ear，从来没有见过 iris 是这样子的颜色，真的超级美，还有这深紫色的，哦，我也特别喜欢它，有很多 poppies。有粉的，前面也有红的，看着花开的实在是太美了。上次跟我妈来的时候，我还在这边带了我的画笔，在她家画了画。门我觉得也很特殊，包括它的 fence。我头发可能有1年多没有剪了，有点饿。还有啥？每个中国孩子都有在钢琴前面哭过吧？我要给你们表演的歌是《La fille aux cheveux de lin》，c'est une chanson par Debussy。Thank you.
上钢琴课可能上了有4-5年吧，但是我之前都不是很喜欢。记得小时候会晚上流着泪练钢琴，我觉得直到最后我可能弹到10级的时候，弹了一首歌，就是这首歌是我第一次就是弹了一首歌是我自己真正喜欢的。因为之前那种 baroque 音乐 Mozart Bach 什么的，我弹那些 sonatina whatever 觉得没意思。这种歌你能弹的投入，但是没有那种不一样的心情。 OK，变成190，妈呀，这好快！一点都不好吃，怎么办呢？摆在这儿等别人把它吃了。四鲜口麸、糙米、西兰花粥、红薯，不知道这是啥。出来吃饭呢？我吃完了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我来采访你的粥怎么样？我粥很好喝啊，大宝粥。感觉到营养进入你的身体吗？当然啦。嗯，很好。我妈最近买了这个椰子水，特别好喝。我打算唱卡拉 OK 学这首歌，这是周杰伦在 Curse of the Golden Flower 电影里唱的。我现在把这个歌每一节放到 Google 翻译里面，然后呢再分解它的意思，就是看着拼音。第一句是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，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夜太漫长凝结变成霜，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。So sad。 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，柔弱中带伤，没声唱法，惨白的月弯弯。这是我画的，你好啊，咋了？请问有事吗？哇，他离我好近啊，难道你不害怕我吗？新鲜啊，还流汁儿呢。Neighborhood control。哇哇，他走到我们背后了。他就在这儿，妈妈。我真的感觉我们可能之前见过 ，past life 叫啥？前一生可能是朋友或什么的，因为他怎么跟我这么近啊？哎呀，我们有好多好多韭菜呢，能做什么不知道？能做韭菜汤吗？没有，没做过。韭菜汤估计不好喝。
干嘛呢？像妈妈一样陪在我的身旁。你的笑容已泛黄，什么意思？笑容泛黄，就是你的笑容他已经不太记得清楚了。以前的照片就是时间久了，那照片就开始泛黄。妈，那个狗好可爱。回到家，下午就要该给菜浇水喽。这是我们接雨的桶。你在干嘛呢？我在抄歌词儿。抄什么歌词儿啊？菊花台。那字写的不错嘛。还有这小时候的课本都翻出来了。这我在学大小人图。哎呦，写的确实很难看。难看吗？是刚才学的吗？哦，你看我从小都喜欢在我的这个书边上画画。嗯，不好好学习。我现在在抄第二遍的时候，因为我差不多觉得唱会了这些歌词，所以能记住。如果我不会写的，我就先在这边写一排，然后呢我再把这个页翻过来，然后呢我抄完一排的时候我就记得怎么写了。用来扫打拍子。谁在阁楼上奔冷的绝望。好啦，我今天就学到这儿啦。现在已经11:30了，所以我要去准备睡觉了。谢谢你跟我待了一整天，没有发生特别精彩的事情。哦，我们今天看了个 beaver 叫。如果你知道 beaver 叫什么，请把它放在 comment box， comment 盒子，评论盒子。如果你喜欢这种视频的话，告诉我一下，放一个。希望你能 subscribe abonné， 请告诉我 beaver 怎么说 subscribe 还有 comment box。好，谢谢，晚安。嗯，让我知道，嗯。